video, me and my friend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how to find a Chinese girlfriend. Hey guys, what's up? Welcome to another video from Lingling. Today I invited my beautiful friend Fuxiu to come here and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how to find a Chinese girlfriend. So she has had a foreign boyfriend before and I thought she would be a very good person to ask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this, experience. So we're going to try to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how to find a Chinese girlfriend and also what to do and what not to do when you're having a Chinese girlfriend. Also, remember guys that this is just from her experience and what I know and have heard. So if it's not like that where you are at, then that's, I'm sorry. But anyways, we're just gonna do a little chit chat. We are going to do a little chit chat, so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get into this video. 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你是如果我是一个外国男生刚来中国的话我应该去哪里找一个中国女孩子一个中国女生对中国女生一定要到大城市像北京上海这之类的因为这些城市的女生首先她们的思想比较开阔二一个是你们方便沟通交流如果你的中文不是那么的好因为她们会说一些或者特别流利的英文这样方便交流有了第一步的交流你们接下来才能够去做更多的事情 包括成为男女朋友。好的，那如果我找到一个什么活动，国际交流活动的话，那怎么去找那个女孩子，怎么跟她交流呢？对的，比如说我来这儿，因为我想多练习我的那个中文，然后你是来这儿练习一些外国朋友吧？哦，明白这个。那首先呢，我觉得就是男生你要看看自己是不是属于比较个子高高的，然后皮肤很柔和的，然后比较帅的，这个很重要。虽然感觉可能在你们的那个意识里边，感觉其实重要的是内在。我们 大部分的时候，在国外，在丹麦，很多人说性格是最重要的，但是我知道在中国他们比较看外形，我们会看外形，因为我们觉得你的内在会通过你的审美哈，慢慢的会通过你的外在表现出来，所以我们会比较看重外在，就给人的感觉要阳光，就是要起来特别的开心的那种，你笑多一点好吗？要笑多一点，然后还有是，但应该说是吧，先做一个朋友嘛，对，要先做一个朋友，就是你上去跟女生搭讪的时候。 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女生好？因为女生其实她有一，中国女生有一点的就是不是那么自信，你要告诉她我为什么会觉得你好，我想要跟你做朋友，那我们做朋友吧，加个微信啊，什么之类的。对，这个微信特别重要，因为这里大部分的中国女孩子应该没有 Facebook 吧？没有Facebook。你有Facebook吗？我有，但是后来因为我们上 Facebook 要翻墙，就是用其他的网，所以对还得缴费。 然后后来我发现其实也还好了，就没有用，不是那么好玩，对，不是那么好玩。对，在中国我们都用微信，所以如果你要找一个中国女孩子，那最好就是要下载一个微信。对对，先下载一下，然后以后你必须加一个微信。对，加个微信，而且微信在国外也能用。嗯，可以。对，在国外也能用。可以。好的，那我们交了一个微信后，活动刚结束了，我出门了。
那什么时候再联系你啊？我觉得是时时刻刻都联系会比较好，就是你不要害怕你马上联系他会觉得不好，就是你立马告诉他我现在可能我离开你就一段时间我都开始想你，不要觉得这个特别虚假或者觉得这个好像没有自己的事情。女生有一个就是她需要听你表达说她很重要。对对，所以我刚告诉她在丹麦的话，如果我们刚加了一个微信、Facebook 什么的，对对，那个男生应该等一到两天的时间才可以联系我，因为如果太早联系的话，那我就会觉得啊，这个有点快。对，但是我也发现在中国是不一样的。对，在中国不一样。相反，如果你等到两天之后或者一周之后再联系这个女生的话，女生就会觉得啊，其实她不是那么喜欢我。对，她的美女太多了吧？对，她的美女太多了，太多了。对，就会有这种感觉。对对，所以如果你真喜欢一个中国女孩子，你必须早点告诉她吧。对，对，你可以那个主动一点。主动一点。对，主动。因为中国的女孩子比较被动。对，比较去追他吧。对，你要对放开去放心去追去吧。前提是那个女孩子对你也是有好感的，这个是一定要确定。如果那个女孩子对你没有多大的好感，你这样会对人造成困扰。是是是，这个不太好。对，你必须先确定吧。对，先确定，但是这个确定就看你自己。对对对对对。好，那我就是说那个晚上我联系了他，然后他说啊，我也很喜欢，很开心认识你，爸爸爸。那个晚上我可以请他出去吃饭吗？或者说那个晚上可以问他明天干嘛干嘛，或者等一段时间。这个就是当天问，这完全可以的。对， okay. 因为代表着就是我真的对你念念不忘，我已经克制不住我心里面的那股小激动，就想见到你的那种。我需要你。对，好的，对，所以我请他出去吃饭了，然后第二天我们出去再见面，然后以后呢，我应该做什么呢？就是你在吃饭的时候呢，因为中国的女孩子她们可能吃国外的地道的那个餐就是吃的东西会比较少，所以如果你带她去吃特别有你们，比如说你是丹麦的男生，你带她去吃丹麦地道的那种菜，因为你知道什么是当地的那个菜，他会觉得很开心。还有一定，因为你要把自己当成是一个中国男生来对待中国女生，要请客服务员，就不要跟他 AA 制。No AA 制，因为这样女生她能够理解你是个外国人，她也能这样做。但是如果你做的像中国男生，他也会觉得啊。就是你是用了心在对待他。对，因为文化差异真是一个比较麻烦复杂的事儿。对，所以我也指的是你认识刚认识的时候，你应该就是看那个中国男生怎么做，然后你对做一样的吧。对，差不多。对，而且你这样会比中国男生更加的加分，因为女生她知道你是个外国人，你因为她愿意去做这些事情，愿意去做这些改变，她会觉得自己很被重视。对，然后对，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认识了一个星期以后，我很想亲你。那怎么我能直接去亲你，还是还要等一段时间或者什么？我觉得这个看当时的气氛。他当时现在就是如果你要亲一个女孩子，你要先给她一个预兆，不能猛啊，就开始亲了。就比如说你可以撩她头发啊，撸脖子啊，然后就是慢慢的，然后就是要眼神注视，眼神注视一下，然后你看到底女孩子是什么反应。如果她是不好意思低下了头，她没有，她女孩子中国的女生很会照顾人的感受。她不会就是那个不会这样，就是她会不好意思，她会觉得就会低下头，就会觉得不好意思。就我知道的大多数是这样，当然也不排除有那种你干嘛这种女生，这个也不太礼貌。对也不太礼貌。但是中国女生呢，她就会低下头，干嘛你？对，如果她没有明确的拒绝你的话，那就代表你之后是可以，但是当时你不要太早的去亲吻她，可以 kiss。 对太早了吧，太早了。然后如果你没有的话，女生她心里面会觉得啊，
他怎么不亲过来、嗯、我明明其实没有拒绝是可以亲的呀、啊、但是你没有这么去太过于莽撞冒失的去亲他、嗯、那就女生还是会觉得这个人很好很绅士、嗯、他会自己找一个理由好的那谢谢你呀、啊、谢谢跟我聊这些我希望你们会有一些就学到一些东西学到谢谢学到一些东 西对然后如果你们有更多问题的话你们就在下面发那个评论然后我们会看一下、嗯、然后试试回你们了对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我这个视频的话呢你给我们一个赞吧然后在下面关注 lenaaround lenaaround yes 谢谢你们看我的视频希望你们今天好开心明天好开心还有以后很以后开心天天开心天天开心、yeah. 好那我们下次再见玲玲和福秀走了吧走了拜拜